怎么换我吗？对不起。我怎么还喝酒？对不起。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家庭破碎，怎么后悔吗？对不起。我怎么还喝酒？对不起。你跟人家赌博，你又跟他道歉了。下次不要在里面抽烟，太多了。抽烟也需要讲那么多吗？对，还是要跟你讲一下。哎，那个店我来不及你好不好？来不及你还是要跟人抽烟。好啊，那以后不要来好不好？好，这样最好。对啊，我也不想来啊。哎，跟我讲那么多，你是小朋友好不好？338。多少钱？338。那我不付可以吗？还是要付啊？不付啊，叫警察来啊。小朋友好不好？多少钱？是不是？过来，这个处理一下。你们这家店从开幕我就来了，好不好？怎样？给瘦吗？单挑啊！出来！出来！好了，大哥，在那边呢。好了，下次不要在里面抽烟了，太多了。抽应该也需要讲那么多吗？对，还是要跟你讲一下。哎，那个店我来不能几年好不好？来几年还是要跟人抽烟。好啊，那以后不要来好不好？好，这样最好。对啊，我也不想来啊。哎，跟我讲那么多，你是小朋友好不好？338。多少钱？338。那我不付可以吗？还是要付啊？不付啊，叫警察来啊。小朋友好不好？多少钱？是不是？过来。这个处理一下，我不付可以吗？我不付啊！想抽烟吗？继续吗？我就不付啊！叫摄影师来啊！谁啊？谁啊？你什么？你们这家店从开幕我就来了，好不好？谁啊？给瘦吗？单挑啊！出来！出来！要这个啊！好了，大哥，在那边啊。再讲一句，电诈病的。再讲一句，谁啊？不爽吗？啊！再讲一句，你要那么美，他干嘛干嘛？啊！出来！出来！我姓周，带你出来。我不能够尽量被来。出来！我带你，我带你。好，拿那个蛋姐哦。带你出来。哎，他穿的跟你平常的不一样。不是老人爷吧？啊，你怎么样？过来。